有个爱做饭的老公是种什么体验？老公花了3个小时给我准备的生日晚餐，刻的真不错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感觉我老公做的麻辣烫比外面好吃。感觉我老公做的油泼面比外面好吃。真香。我老公花了几个小时准备的烛光晚餐。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，在你的眼里飘飘欲降，心中的期待给你的回答，我抱着回忆春秋冬夏。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，迎接最后一抹晚霞，忐忑的不安的人间繁华，有些话不必说的复杂，传明着过早
温暖。